动港江大道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30，2月25号，台北捷运文武线港前站，时间5:09，所拍摄的是开往南港展览馆的重一辆系统交通时间。好，在港前站关闭车门时离，拜拜。还有南港展览馆的中央系统交通，中央系统交通时间和在港前站时离，列车已刚好一台进站。还往动物园。好，我要走了。2月25号，时间59分，拍摄完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